下蛋啊，讲毛果儿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毛果儿，毛果儿的这个这一面，这一面我们把链轮啊拿掉，把链轮拿掉，然后有一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动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动一下，动一下把链轮拆掉，拆掉之后呢，然后看这一面，然后看这一面，我们把这个轴承座。然后把这个小螺丝要松开，然后把轴承座拿掉，我们把这一个螺丝全部破掉，然后整个的这个板子全部都拿掉之后，然后机器，然后把它立起来之后，然后我们把模板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之后，然后把需要换的，然后换上之后，然后再依次的把这个螺丝上紧就行了啊。